老师啊，哥姐们，把炸炸点起来！你们是不是被鸭子唱哭了？你们是不是被鸭子唱哭了啊？我们都喜欢子，谢谢，我也爱你们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子现在都已经崩溃了，知道吗？但是有你们在，小鸭子现在照样这样子加油。谢谢，谢谢送的年一年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帅哥姐们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阿子要坚强，我们会坚强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们会坚强的啊，我们会坚强的。哎，带货很好，挣钱也多。哎，带货嘛，我要找到好东西再给你们的带呀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有什么就给你们带吧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阿子太苦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挺好的，帅哥姐们，说实话，有时比我们还那个，知道吗？我们都喜欢你，要好好的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我也爱你们，我也喜欢你们，帅哥姐们，你们为阿子加油，阿子很荣幸。阿子看到你们为阿子加油的时候，我在想着，我为什么不去加油呢？我那么多叔叔阿姨都在支持我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不去加油？我想着这样子的，这样子去想，我就会坚强起来，知道吗？你把我唱哭了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就是说实话嘛，这首歌呢，我现在就在这外面的时候，和我的心和我这首歌的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，他唱出来的那些话跟我心里面想的是一模一样的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，是一模一样的。大家支持你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的支持，谢谢阿子加油，我会加油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会加油的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。有可能如果这样子一直摆菜也不是个好办法，有可能阿姨我们两个没后天就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找工作了，有可能我们就回老家，所以呢，你们就还没关注阿子的就关注一下啊，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那边都是鱼翅干不错烂着，鱼翅干不错烂着，出去。老家种地呀，老家种地，老家种地，永远种地，那也是不可能的呀，帅哥姐们，种地那也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啊，什么什么个字的，你弄个一下证据。还没去。那是过财帮的吗？跟他，他俩不。嗯。过当的。跟他面。什么鼓励？我罗关他面子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小跟做啥事？我爸妈那边。谁这么你敢做的？阿子要坚强，我会坚强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会坚强的。忘了阿伟哥吧，那你们说能忘就忘的吗？但是呢，你们放心，因为这就是缘分嘛，对不对？缘分到这儿了，已经就无法再那个啥了，知道吗？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远走高飞，大家都底风相见，对不对？你还拿什么底风相见？哼，还底风相见？我们两个也会来一点，我们两个也那个啥了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就不说这些事了，帅哥姐们，我们就聊一点别的，好不好？聊一点别的。像我会开始想念你。你们该出去了，那肯定都是谁的吧？是帅哥姐，等一下啊，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哦。他现在去上厕所了，来，我现在可以说了，哥哥姐姐们，我跟你们讲，昨天晚上哦，阿子姐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下子他就哭了，哭了好久好久。我又不知道怎么安慰，我怕他又说我，然后我就无法那个，知道吗？我就没有说他，我就一直默默的看着他哭，没想到他哭越哭越厉害，然后我起来一看啊，他又在那里假装睡觉。哦，今天奇怪的事来了，奇怪的是他今天早上啊，他今天早上跟我说，阿姨莫，我们两个去找那个
我们两个去找工作吧，这样子跟我说的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想，哎，他这个人今天怎么了？难道他想通了吗？我就说，哎，这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他之前都是说死皮赖脸的，一直说在那里说要买菜，对不对？要卖菜，对不对？他一直都说他要卖菜，等等等那个啥啥啥，对不对？他一直这么说的。然后我就一下子奇怪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真的是无法，我真的搞不懂了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怎么回事呀？一下子他就说，阿姨莫，我们两个阿姨莫快点起来了，快点起来了，一大早就把我叫起来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迷迷糊糊之中，我一直睡。然后他就说，阿姨莫，阿姨莫这样子，我们两个去找工作吧了。我就哎呀，我就搞不懂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都不清楚，我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什么风把他给吹成这样子，一下子他就想通了。你们说他，哎呀，他不可能想通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他不可能想通。你在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不要乱说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给水们乱讲，乱解释。我没有嘛。他们会担心我，知道吗？对了，帅哥姐们，你们刚刚叫我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带了一款很好的东西过来给你们看。你们想要的阿姨和姐姐的话，你们就要的话，等一下去拍一单就可以了啊。我先给你们上车。已经在下发小黄车了啊。就这个，我跟你们说，就这个，我最近一直在用。这个呢是黄圣依明星代言的一款三件套。它里面是什么呢？它里面就是，一盒面膜，一盒眼膜，就是我们经常熬夜呀，就是有炎炎纹纹啊、细细纹纹的，就贴这个眼膜，知道吗？这个面膜呢是补水。提亮肌肤，光滑那些的面膜。然后它这个呢是一个美容机，知道吗？它这个是一个，先给它踩着，我先上车，然后给你们那个，谢谢美容仪，这个是一个美容仪，帅哥姐们。它这个呢，我们平时擦那些乳呀、水呀的时候，我们肌肤会就吸收不了，知道吗？吸收不了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打开着，它是电动的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电动的，我们就慢慢的这样去给皮肤按摩，就是深度的进去，知道吗？帅哥姐们，我们就对给皮肤这样的话，来再下发小黄车，而且这个是沙江寄过来给阿紫试用了，已经用了十几天了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膜，这面膜是很光滑的，我用了之后，我跟你们讲，以前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膜，它是有10片的啊，10片的眼膜也是有10片，面膜也是有10片，但是呢，我面膜的话，我用了差不多现在只有5片了，我用了5天，挺好用，我试用了5天才给你们介绍的，帅哥姐们。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就说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们讲，我偷了，我之前啊，我在山上的时候，我皮肤是真的很干，这个就是野，很多很卡，这个就是野天啊，那个红迪。拍在脸上都很卡，对。然后我这几天哦，阿紫姐就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膜，我就看到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。然后我就偷偷的在阿紫姐房间，我就亲自试给你们看，帅哥姐们。我就在阿紫姐那里，因为我最近我就偷了一包，敷了1-2天，哇，我的脸变得很光滑、很滑润、很丝滑。因为我给你们看，不卡粉。太阳哪儿呢？马上能不太阳能上啊？太阳。我在家里的时候，我的肌肤是很干、很干燥的。然后你们不是问我最近我的皮肤越来越好了吗？然后上一次厂家的老板联系了我之后呢，他寄了这样子的一盒过来给我用，给我试用。然后我用了基本上应该有十天了，我觉得挺好用的，非常好用。就是冰冰凉凉的，而且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很薄很薄的那种，就蚕丝做的啊，而它透薄透薄的那种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
天上去的时候就是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很舒服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所以呢你们就是需要的阿姨和姐姐，特别是上了年纪有那些纹纹细纹呀，有干干的那些皮肤，就是它这个是提拉肌肤的啊，提拉补水，主要就是补水的帅哥姐们。而且我们皮肤呢一定要做好补水，知道吗？所以呢就是你们需要的就在下方小黄车啊，去拍一单啊，去拍一单，在下方小黄车99擦件套啊，99擦件套。我们你们看，我们平时你看这个精华水，你们看一下贴在我的脸上，你们都看不到它那么的薄，很薄的啊，很薄的，也是很多一。然后给你们说一下，我们这个美容仪啊，这个就是个美容仪，我们去外面买都是很贵的，两三百，最少都要两三百，知道吗？卖就是每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都要两三百。但是呢我们现在在阿紫的直播间呢，就是眼膜，就是贴到眼的中尾的眼膜，十片眼膜，然后十片面膜，一个美容仪才99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而且你们拍回去用了不好用，你们就把它退回来，知道吗？不好用你们就把它退回来。因为这个是我亲自试用过，我觉得非常好用，我才介绍给你们的。我不会拿一些东西自己都还没有试用，自己都不知道好不好用就给叔叔阿姨们，知道吗？你们看一下我的脸上，看一下我最近贴了这个面膜之后呢，阿紫的脸真的已经没有那种干干呀，什么小小的细纹那些，我感觉都没有了。对，这个是改善肌肤干燥的，知道吗，各位姐妹？它主要就是补水。它主要就是补水，知道吗帅哥姐们？它主要就是补水，这个面膜。还有叔叔帅哥姐们，你们脸上松松垮垮的，你们也可以用，知道吗？这个是非常好用。对，来，在下方小黄车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想要的话，在下方的小黄车啊，它面膜是十片啊，面膜十片，然后眼膜十片，面膜十片，这个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美容仪，这个膜布非常的透气性强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看到没有？比如平时我们贴面膜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去这样子给肌肤按，给肌肤打，就是按摩，然后它就会吸收的更快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吸收的更快。然后我们平时用那些乳啊、水啊什么的，我们肌肤就没有去刺激它的话，就是吸收不了一些水乳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用这个按摩机去按呀，这样按的话，它就会吸收的很快，它就会吸收在我们深度的吸收在我们的肌肤里面去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而且我们这个面膜是主要就是提拉啊，主要就是提拉和补水，提拉补水，提亮肤色的面膜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支持支持，谢谢。所以呢，你们需要的就去买就可以了啊，需要的就去买就可以了。发电，一组，项目是没去公园的，营业合同的。去支持阿紫，谢谢谢谢。在下方的小黄车，帅哥姐们，在下方的小黄车啊。我的话刚好我也现在就准备用了，就我才给你们介绍的啊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，帅哥姐们，在下方的小黄车，很舒服很舒服。它这样子的话吸收的更快，我们去外面买都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都要好多钱的，帅哥姐们，要两三百，没到两三百是买不到的。而且我在阿紫的直播间现在，而且它这是明星代言的，知道吗？它不好的东西它是不会去明星去代言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黄少一代言的，帅哥姐们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黄少一代言的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放心的去拍，知道吗？可以放心的去拍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非常非常的舒服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太傻了，姑娘，这样只能苦了自己。不会不会，帅哥姐们，不会，没事的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会加油的，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？我会加油的，你们就放心，你们就没事，我能够出现成绩都在决定我。阿紫加油，我会加油的。虽然你们，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看，你们仔细的，就是靠近一点看，看到了没有？我是现在是没有开美颜的，知道吗？我没有开美颜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膜，它是很薄很薄的，看到了没？我的肌肤，你们看一下我的肌肤，我贴了这个面膜，最近都是贴这个面膜的，
最近都是贴这个面膜，因为我觉得 我以前的话也没有没用过什么面膜和你们看这个膜布非常的漆透，知道吗哥哥姐姐们，贴在我的脸上你们感你们都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有些地方你们都看不出来贴了一张面膜，这个膜布都非常的漆透，知道吗？这个是膜布，这个是来在下方的小黄球啊，在下方的小黄球啊，不不不，在下方的小黄球你们去拍一刀啊，帅哥姐们，哎呀，都往哪过来？嗯，听着。哎，虫子是哪个小说里面的？